上明心口意愿，四行持经勘忍，世间非自自然，愿行一时圣法，誓以人间宣扬，如是千名如法啦，受所安乐行人，自所成就真实。哈，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啊，上以上啦，明心口意愿，四行持经勘忍，安乐行品，咱敢毋就是四行？四行啊，那就是心口意愿，咱心口意愿啊，真的是咱修行啊，是真重要。会当行素安乐行，也是爱意心口意，也搁都爱立弘誓愿哦。前面所讲的，咱搁再小可回忆一下。听经啊，本来就是爱闻而忆持，听了后爱常常回忆，回忆呢，咱爱身体力行，这才是真正听经啊，咱有所得啊。在安乐行品的开头，佛陀呢就开始甲咱讲，要修持这部经啦，咱来心里有准备哦。世间啊，非自自然，这世间的人啊，这个心态啦，人间愈来愈恶乱，这浊气真重，不只是大乾坤的浊气啊，众生共业、心灵烦恼的浊气也愈来愈重咯。现在人的心理无真单纯呐，尤其是呢，现在的人心愿呐，未当真坚切，人无法度了解家己的心，发愿得紧呐，发愿容易，受持难呐。咱古早毋是常常安尼伫咧讲吗？啊，你发愿真简单呐，你敢会当坚定？安尼永远受持你这念心落去呢？啊，困难呐，真的就是咱现在人心的狭窄，就是安尼啦。发心容易，行心难。所以讲，心口意，既然身体在咧力行，既然呢，也知影在讲好话，唔通呢？
语言发生了呢，迄个冲突，唔通发生矛盾的语言。咱明知在，但是呢，还是失去人界呀。人甲人的中间，大家人斗阵过啊啦，真可惜啦。啊，咱的态度，身躯所表达出来，咱的面相啦，所表达出来的表情，语言所发出来的声音，因为人拢真实啊，所以都无有伫这礼节的范围内，容易呢出口。伤人啊，色歹看，声歹听啦。这下咱家己心口无顾好啊啦，脱离了礼，那么听的人听来真不舒服啊。你若会当向我讲安尼的话呢？目睭看到真不顺眼，想较早你伫咧对待我的面色，毋是安尼啊？古早你伫咧甲我讲话，声音真柔和啊！啊，即卖呢？你若用安尼的面色互我看？你怎会用这样的声音给我听？所以我就不舒服了啦。所以这样人跟人的中间啦，这心态呢就会有对立。啊，这有对立的人间要相处在一起呢，那就艰苦了。我忍不住，啊，你忍不住，我也是忍不住啊，啊，亲像这样会共处啦。啊，我过去我发愿，我海誓山盟，我就是要这样，我要在这个地方好好修行，我要修好人群，我要在这里学法，我要在这个团体呢，去为人群付出。好，这已经是跟咱的意啦，已经有相违背啦。本来咱的心意就是要安尼啊，啊，那这个环境，人甲人呢，煞变成了呢，相识啦。不合吧，那就会彼此之间啦，意愿相违，所以这个心靠意，那就发生了呢，和咱的愿呐摇动呐，因为安尼，在这个心靠意后面呐，佫加一个愿。愿，咱来提高境界自己。我激发愿呐，弘誓愿呐，我应该爱我家己的心，顾好我的意。我应该呢，发愿如初。我就是要学佛嘛，我就是要行菩萨道。安尼呢？咱才有法度呢，在这个四行持经堪入，这已经是在安乐行品里啦。佛陀呢，甲咱教安乐行品啊，嘛真长呢。安尼不断甲咱叮咛警惕，警惕了后再叮咛，加上了。文殊师利慈悲，听到佛陀讲，世间啊，有
这么多家做非主和真多的困难，非主就是口头上啦，甲咱中伤，口头上呢的恶言顶顶啦，恶口恶言啦，中伤咱这种的非主啦，种种也个用种种的态度呢，予咱难堪啦，这世间。有安尼遮侪遮侪的代志，安乐行品已经讲过去，那亲像安尼啦，啊，咱的愿阁收会着无？文殊菩萨都开始啊，请佛陀啦来讲啊，会当劈离遮的难，完成咱的愿，菩萨的愿。的方法也无，这是佛陀说法，文殊菩萨过来补充，请佛陀呢，再用另外一种的法，互咱了解，互咱修持，所以有愿行一时性法。好好呢，保护咱这个愿呐、啊，愿甲行为啦，咱要向着迄个一心生活，这是咱所要求的方向。但是中间呐、啊，有人甲人的中间，这种言语形式啦，互咱心。受到障碍，啊，咱要安怎样修好咱的愿行？咱会当一时生活的方向，会当继续往前行无？那就是爱施以人间善用，这是咱的心愿呐、啊。如是千明如法，这就是。文殊菩萨，请佛陀呢，佮详细甲咱讲，要安怎样如咱的心愿呐、啊？伫这个人群中呢，安尼投入人群去宣扬佛法，啊，什么方法会当劈开啦世间呢这种非主？参加种种难行，一旦能行的方法，这下真感恩文殊菩萨，再请佛陀开出了用什么方法，和咱继续满咱的愿呐，和咱安全的坚定咱的心意，持咱的愿行。向前精进，所以爱修素安乐行的人，所成就真实的法哦，这都是释迦佛在讲法的过程，文殊菩萨呢，未来为何未来啦？这个作。恶的世间，人心复杂，道心不坚固的人，要教因安怎样去闪过了种种的困难？这呢是精明呐，精明，这素安乐行啊，大开啦，当然。过程伫咧解说呢，是真长，大意差不多是安尼啦。这就是前面迄段，是咱修行者会当坚定咱的志愿呐。心靠意，咱既然改善啦，心不作恶，口不说。
恶啦，心不想恶，咱会当改善啦，心会当身体力行入灵根，口呢会当为众生说法，意呢爱时时呀念众生苦，这种的心意，咱发心立愿。所以咱爱坚定咱的志愿，这四项呐，就是安乐行品最重要的根源呐。咱是不是这四安乐行，咱有用到无？甚至呢，三规四修也咱有用到无？三规法啦。大慈悲为摄，如何忍辱依？诸法空为宗，处处是说法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也搁咧计较什么呢？三规法，咱有用着也无？速修呢？有长期修无？无间修无？这无义修也无？也有尊重修阿摩，这三规四修啦。那四法呢，咱有用到也未？这呢，回到回来是这么简单啦，会当在佛陀的慈悲讲说四安乐行，伊用这一三二数啊，这个三规划两项的事，这么简单，咱有用到啊无？所以爱请大家人爱用心去体会吼。接落来呢，那就是将地用出品，将地用出品呢，那就是《地法华经》。二十八品的中间呐，是第十五品呐。咱那一旦搁再回顾一下，证明安乐行品呐，咱再搁再接落来第十五品、十四品，咱会真清楚。读者所讲的，大家人应该也清楚，要给大家人。更搁较清楚，虾米叫做安乐行？就是讲心无染故安，心无忧故乐。咱的心啊，咱的这个身躯，要在人间啊平安行过了人间路，而且呢，要入菩萨道啦，会当安怎保得安全？咱的心不失行啊，会当让咱的心真安。这人间路要安怎行会好？菩萨道呢？要安怎真安稳行过？未讲伫人我中啦，起是非心，半途而废。咱要安怎样？才会当无险？这个半途而废啦，就是讲人间路过未去，菩萨道。行不通，这呢就是身躯的险，人生难得啊！咱得到这个人生，真不容易，咱才听到佛法呢。咱既听到佛法，咱现在才开始呢发菩萨心，咱感叹
这个道呢，半道而废吗？所以心爱安呐，安呢呢，这世人，和咱这个心，初心不向金星道，更向火星道初心呐。咱真无用有这个身躯，咱人间的路爱平平坦坦行过，咱心发心行菩萨道这条道啦，咱也爱无忧无愁啊，真甘愿真欢喜快乐行过来去的道。所以心安无忧故乐，这咱是不是做一口呢？在这个人间这么这么复杂的环境，咱会当真泰然呢？面对着安尼的环境，咱做得真欢喜、真快乐无？那有方法，辛苦的方法呢？有十种，所以看心就是动观理十种事。咱这个身躯在人群中要安怎行过来？咱爱立十种的代志：一、立呵护宽恕，会记得无？不亲近，有十种的人，咱袂当亲近啦。这十种的人呢，第一啦。对，离开呢，何苦宽恕？就是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，大家人应该也过会记哩那段经文呐、啊。修行不是要靠谁？释迦牟尼佛是脱离的阿呢何苦宽恕的家庭，会修行去啦。既然修行要脱离啦，已经开始呢，是现出个心啦，阿奶一直要搁挖紧呵护呢，好唔通咯，所以爱远离吼。那第二呢，即远离邪人邪法，外道论义迄段经文。大家人应该也过会记哩哦。第三呢，远离凶险喜喜这段经文，大家人应该也过会记哩。第四呢，远离见堕落，这就是远离呢啊，杀生、堕杀等等的业吼，那。爱远离呀，因为咱爱培养咱的慈悲心呐、啊。第五，就是爱远离自性，因为自性呐、啊，这声闻、因果等等，这干那要独善其身呐，因会排斥呢。这个大圣行啊，所以咱在咧修行
啊，都卖靠近因的思想、因的看法。咱既然认为大乘法是咱的方向，那咱都要身体力行啊，修行啦、啊。的意见无一定同款，吼嘛会去受到同修同门的人，甲咱排斥啊。其实啊，这是常常会碰到的代志。啊，咱呢，那会当远离啦，就是心，咱那会当呢，无为法。前面也有讲过去啊，安乐行中有为法，有所作为的法，咱选择咱有所作为行。也若碰到人我是非呢，咱来赶紧了解警惕自己，一切法诸法空为宗，无为法啦。一切皆空啊，人我是非啦。我既然穿起了忍辱衣啦，我还阁有啥物人我是非啊？我较紧紧回归倒转来，坐我应该坐的诸法空位坐，咱应该爱真清楚。所以啊，远离自性啦。因为呢，咱爱预防修大圣行的道行，自性行者会妨碍咱，哈、啊，用冷言冷语啦，等等呢，诶，互咱心会退转，那呢，行也未到甲真充足。啊，咱就较远离一个吼。那第六呢，是远离欲想。啊，有种种男女之间、女人等等啦，感情啦、啊，偏动的感情。我甲即群人较好，所以我替因讲话，我听因的就对啊啦。啊，我就排斥恁。这嘛是感情啊，何况呢男女之间的情啊，所以的这安乐行啊，佛陀呢讲起了远离女色种种，所以咱应该还阁会记哩吼，总讲一句，咱爱远离色相，爱远离啦，迄、那个色欲。凡事呢，咱对什么款的人，咱伫伊个身躯起着欲想，就唔对啦。第七，远离不男之人，这咱爱真警惕吼。第八呢，就是远离危害之处，在危害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啦。常常都讲灾难偏多啊，咱要救灾呢，都要探好路，安全呢，咱才通向前行。同款的道理，所以危险的所在，咱唔通去。何况呢，故意啦，要去游览，故意要哦登顶顶，要去冒险。这就唔对咯。第九呢，那是远离机嫌之事，真多啦。这会受人甲咱诽谤误会，咱尽量避嫌啦，不应该大的环境。无应该呢相处的地方，伫安乐行品内底啊，孤男寡女相处袂用的，
要看你伫倒一个所在，这是爱选择吼，甚至啊，这有凶险喜喜，这拢袂用的。啊，第三呢，那就是远离脱用吼，啊，不管是有啥物宠物啦，或者是呢偏爱吼，干那要爱囡仔呢定。或者是迄个宠爱某种的动物吼，安尼规个卖伫迄个所在，你偏爱。古早人讲万物丧志，这种毋是正常的，这偏好这拢毋对啦。这就是身躯呢的杂种。咱爱远离，用安尼简单呐，予大家人搁清楚。伫经文内底呢，就搁较长哦吼，解说呢搁较长，咱即马解浓缩起来，予大家人再复习一回，即远离啦，远离如是实所依吼。是名啦，心安乐行。十项，咱若会当远离啦，那就是咱的身躯要伫人间路，或者是菩萨道啦，咱就会当真平安安尼行过来。那亲像一挂老菩萨讲，我对师父行都对啊啦，我都是直直做啦，做到最后一口气啦，生生世世。对师父做主者，真多菩萨都是安尼讲啊，真辛苦啊！日头遐尼猛啦，工课遐尼粗重啦，啊，透早起呀，做甲透暝啦，安尼伤辛苦啦。袂哦，师父啊，我这个身躯呢？真难得哦，会当安尼来做代志，啊，都爱做好教本呐，是哦，就是爱做好教本。那人间路爱行回平啊，菩萨道爱行回稳呐，就是离开咱这个身躯，那就是来生来世啊。咱今生出世呢，这个身躯啦，会当行菩萨道，情缘五识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个五根呐、啊，因外面的五尘，那这个分别的识，去分别啦，咱的第六识呢，就想。这是我爱，迄我无爱，无爱我要排斥，我爱要得个着，亲像安尼，这个身心造作啦，回收转来呢，已经成一果啦，造作的业力呢，已经成就了，那就回归第八识，这个辛苦啦，那。自然法则啊，最后一天带什么去呢？什么都无带去，带着咱一世人所做的
前面的顶甲这个筋呐、啊，那五筋呐、啊，对外面的五顶去沿这的筋啊，第六识去分别起着，就开始做啊，这的代志拢做了啊，结果呢？迄、那个精气就是回归第八识，第八识来啊啦！那后世人，咱这世人自然法则已尽啦，吞落去最后一口气，目睭搁在闭紧，已经是来世人咯。那带来就是第八识咯，所以咱今生出世。这个善啊，辛苦所做作的，咱做偌多的结果啦，在这个第八识的内底，带去咱的来生来世，迄、那个意识还搁伫咧。有的囡啊，足聪明的，就是一点即通啦，闻一知识啦。这就是过去生一直分析着好的代志，分析着伊的心愿，伊的心愿就是要安尼做，做伊想要做的。这个心愿一直呢，伫过去生中安尼直直做，就亲像遮的菩萨同款。所以这个心愿啊，伫咧。大起这个经济，细细汉呐，一岁两岁，他就足聪明，足有智慧呀。这就是安尼，咱生生世世要过来做主者，这就是这个辛苦，安尼的奉献付出，这叫做心的安乐行呐。这是四行中一心的安乐行。第二呢是口的安乐行，口安乐行啦。那就是咱爱口说好话啊，开始讲话就是爱辅导人，伊的心已经乱去啦，要安怎辅导伊？好，爱讲真言真语啦，爱甲伊讲伊袂啊啦，用什么款的方法讲互伊听？开启伊迄个脉象啦，回归正念，这叫做口的安乐行，唔通去断人的神经啦，也那是吼，一脉无法度转来的，那咱要安怎样呢？叮咛伊，唔通安尼都脉失去啊，所以口。安乐行啦，咱爱安稳了自己的心，也爱去安稳别人的心。这些心了后的口，那口的后面呢，爱个意，咱的意念，意念嘛，就像外面的境界顶顶啦，咱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咱的心啊，也都爱安落来。咱发心了后，我就是选择安尼的人生，所以我要修行，我要修大圣行，我要入人群，我要度众生。这个意啊，心存好意啊，这个愿心啊，咱应该爱坚定。所以呢，这个意念
安乐吼，唔通去受到外面的境界，吼、哦，咱的环境啊，不只是爱早起啦，啊，咱的内底无冷气啊，即卖的人选择工作呢，都是爱做辛苦啊，佮有冷气好享受啊，但是菩萨是咧修行的呢。唔通袂记咧修行啊，就是爱刻苦耐劳。咱伫即款遮尔正傲热的环境里，咱爱堪得起修的劳啦。所以这个意，是咱家己起心动念啊，家己发心的意，咱都爱发心如初啦。这点心意，这是真甘愿，自然就真欢喜呀，都安乐啦。一第四呢，就是愿，誓愿安乐行，咱都要留愿，干那起一个意，发心用意啦，行心难。啊，这个行心呢，就是爱立誓愿啦。诸佛成佛啊，是四方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呢，就是成佛的要愿啊，所以咱众生无边誓愿多，咱都爱立令根，行六道行啊！六道万行随众生所需要而去付出啊！但是众生呢，多烦恼，众生的声色真歹听，也真歹看，众生的心意念真复杂，咱拢总知啊，所以明知知，咱要投入人群去，咱就要克服真多真多烦恼，所以咱来烦恼无量爱誓愿断呐。那因为咱要学道，要行这条菩萨道，因为呢，咱是要成佛啊。所以咱爱真用心哦，这四行啊，就是心口意甲六愿，这叫做四安乐行，咱应该正清楚。所以啊，佛为传法人间呐，尽一大殊因缘。咱即马阁落去呢，就是安尼佛来人间，随为一大事因缘呐。现在讲《法华经》呢，就是要完这一大事因缘，所以啊，一直呢到第十四品安乐行啦，鼓励人人呢爱入人群呐，发菩萨心。爱修持这部经，爱下坚定的心，所以咱一定呢，以菩萨行啊啊为咱的方向，所以以诸菩萨将地涌出啊，日行至虚空，咱后面呐、啊、开始就会看到这个经文内底呢，有真多真多菩萨。将地涌出啦，好，迄个画面是真精彩啦。但是呢，内底含义是啥物呢？当然是真深，当然呢，
是行菩萨道的行者、修行者必定要了解的。所以啊，这菩萨行在虚空是从地涌出的啦。这思想，啊，这的思想呢，要安怎去汇合伊的道理？这内底呢，就含着真深真深迄个理体啦。定下甲大家人讲，你无形无体啊，啊，有思想，但是呢，迄个理体呢，要安怎来显现？这呢，就是爱从下面呐，这个第十五品呐，去解了解。各位菩萨，真正是爱真用心来体会了解呢。这第十五品吼，一挂菩萨要对倒来，因为呢行菩萨道无简单，所以咱都爱去了解伊到底要安怎来，所以咱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，爱会记哩，回顾回忆啦，证明会安乐行品，还是听了后都爱再回忆，爱多用心啊。